将近2700名的环保志工和长青食堂的志工，这样是在咱丁里2021年哈啊，在我们卫福部啊得到啊最佳高龄友善城市志工的活跃奖，这是属于大斗六市的骄傲。谢谢所有的志工啊，平常在斗六市非常务实的帮忙，让斗六市的环境啊，在20个乡镇市的评比啊，真的是没话可说哈。邀请到咱大旗有非常热情的一群人，大家都非常热心哈。在这3年多的执政，我要说的一句话就是：斗六有你们真好，有你们真棒，谢谢你们。小阿姨也用代表咱馆长刘连生，跟阮馆长谢淑雅来到参加咱这施工誓师大会，同咱馆长这3年外就任了，咱市长不遗余力，大家拢共同为咱的环境，为了咱的志工努努力。我们很感谢我们所有的志工伙伴们啊，长期以来对我们的家乡的付出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斗六的一个环境保护真的非常的用心。由于你们的爱心与付出贡献，让我们斗六更好更美。希望在地方建设进步的同时，我们可以让环境达到一定的水准以上哈啊，所以在这几年，我们在每一个啊里，我们看到了地方的进步，我们看到了地方的建设，我们看到了这些环保志工啊无私自我的付出哈。斗六是大家的，我们希望透过环保志工誓师大会，让大家都可以知道，住在斗六是一件幸福、开心、快乐的事，住在斗六是一个非常美满的事情。也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，大家携手前进，让斗六市变成一个美好的城市。活跃